我就不去了，你去镇上找个真正的郎中吧。 还在介意那件事情，恒哥。如果现在又有一个性命垂危的人躺在你面前，你会不会救？如果你说不会，我立马走人去找别的大夫。但如果你有一丝丝的犹豫，那就证明你没有放弃。 大家莫慌啊，重症失真，轻者服药，即刻止泻。妈，你想法子弄点西芹大蒜，把蒜烧糊了，剥皮吃，可以缓解腹泻、腹痛。快去！好，好，这样有用吗？走，还愣着干嘛？你们先把鞋脱了，来。不是，你这别给我扎没了。